那个根据梁朝伟，不过以前考虑请周云发言的时候，那么他那个咒语是会比较偏向于像英雄本色这样子，会但是这个会偏向于他的那个咒一个统帅的力道，那个他的那个，那么后来梁朝伟演的时候呢，就是更加符合我所参考得来的，那么基本上。 也配合梁朝伟他本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说他的演技是最有魅力的，是吧？但是他的魅力是发自他内心，他能够回来帮我忙，是义无反顾的那种。那么我觉得他很会关爱别人，会有的时候我不愉快或者什么事的时候，他很担心，也经常打电话安慰我这样。那么所以他演出的时候呢，我是根据。 他的那个本身的性格，当然是要我一个一点点我的那个感情放在里面，的设计他这个性格。那么在造型上面呢，也是尽量都是这个注重周瑜的气质，他的感情的一面多过他作为一个将军这样子。那么是其实很多时候。 周瑜这个人的性格是，他演的那么好，完全是梁朝伟他的那个，他发自内心的真的感情演出来。谢谢你。好，刚刚。